今天我们要来拍一个很久没有拍的主题，就是改造纸箱屋。因为蕾蕾很喜欢大耳狗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挑战大耳狗造型屋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喽。我现在要来画大耳狗的脸。等一下，我再来补钱。我们的想法是画这样。宝宝说像皮卡丘，你觉得？嗯、蕾蕾不敢讲。现在要来割大耳狗的脸。另外一边出来了，耶、yeah ！可以弯了，哇，我都出来了，赞哦！你可以去纸箱网打工了，做得好看呢。我要来拍天，我要来画天窗。嗯，打折了。你快用出来！你可以。你在搞笑？他画好了，有，要拍天窗了。嗯。悠悠哉哉的看平板，现在的眼另外一边。我现在要来画大耳狗的眼睛。哇，有没有彩妆？我觉得有，好看吗？嗯。妹妹，不要贴歪嘞！哎、欸，我的眼睛很重要哎。耶，成功！来画嘴巴。大耳狗变兔子，现在呢，给它点腮红。我们已经从白天做到晚上了，现在已经要接近八点了。完成。接下来想要画背面，背面要用这样子的。想睡觉的脸吗？嗯，电视又可爱的脸。哇，好像龙猫哦。中间这个人中是哆啦 A 梦。这个是我们大耳狗耳朵的模板，然后我们打算用纸板跟布织布来做。耶、yeah! ！我们的大耳狗终于快要完成了，现在要来组装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像不像国旗？来，转过来，要对齐哦。现在要来组装耳朵。蕾蕾。你的手怎么被夹？啊，你的手是怎样？你的手怎么了？你要把它打蝴蝶结啊？有没有成功了？
耶、我们终于完成了，经历了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。那我们把它绕一圈给观众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的背面。背面是什么造型？搞笑造型。可爱萌萌呆呆。大耳狗商店街开幕了。来哦来哦，大耳狗的商店街开卖了。哎，这里有大耳狗商店街。哇，好酷哦。老板，你们卖什么啊？怎么没有看到大耳狗，只看到这个？因为大耳狗都被我收起来了。啊，那你要卖什么？这些。啊，这个多少钱啊？几百块。太贵了，我不想要。啊，这个咧？几百块。100块，这个又不能推，又不能推什么东西。哎，不想买了。啊，不然你买这个带回家，你看它还可以戴帽子，它还可以脱帽子，小光头。这个我不需要啦，我家的女儿比较喜欢大耳狗啦。哎，啊，你那边不是有大耳狗吗？我想要买那个。那个是老板的收藏品，而且我就是你的女儿。哈，但是我女儿比较喜欢那个啦。那个就是你女儿的东西。那怎么办？我女儿买不了。那我买这个，我女儿也不喜欢，怎么办？这个什么东西啦？哎呦哎呀！那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不买了。哎呀！商店街到此。结束，你要说什么？再见。如果喜欢这个大耳狗房子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可以请雷爸过去你家坐。喂，你在讲什么？你要把它剪拆哦。对啊，这样子就买得起那些大耳狗了。你看这个耳朵洞很可爱，喂喂喂，好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课了。你在泡温泉啊？小心啦！